哟，哇！新一阵，今日咁早就见到 Brian 啊 ，Brandon 喺度，因为我哋太耐冇见咗，所以今日见到 Brandon 喺度就知道今日要拍啲咩片啦。今日就系要拍咩啊？我哋嘅上课片啊！上课我真系好耐冇上课咗啊！今日终于可以嚟呢个 Screen 嘅 Academy 呢度上课。27楼啊，将搞了你的 office 啊，搬到，搬到越来越高咗啊，而家。Welcome to our building。哦，呢个几好嘅欢迎啊，真系。我哋带我参观一下呢个 salon 啊，呢个 academy 先。而家我哋上去第二层啊，呢个系28楼，28楼嘅话，我哋有啲咩？有 casting 啊，所以呢个就系佢哋 shooting model shooting 嘅地方啦，系。哇，你看这个27楼的 view， 这样哇，你看会很会选啊，你们选这个地方，是咯，哇，就是我每天对着这个 view 来上课的话，哇，这个是很有 feel 这样啊，对。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 Brandon， 所以我是来自 RVB， 这样是我是主要我们公司有四个品牌，我现在有的介绍是 Screen 哦，然后我们还有 Kevin McFeen 哦，我们还有 Monty Bello 哦。我们还有 Camille 和 Fiorello， 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们公司。OK， 所以你 follow 了没有？ follow 了，不要 follow 了，乱了，我会。这是一个意大利文，也是有 screen 一个字的，所以它其实是要保护这个行业，保护你的头发，保护你的事业啦。OK 啊，打埋我哋今日嘅 class 个课程就到此为止啦。OK，thank you Brandon， 阿杰。OK， 我哋下一次再见，今日嘅课程就到此为止啦。OK，bye。The next day， 喂，怎样？你们终于来了，来了很多，约了很多次都来不到的人，就是这两位。OK， 在我帮 Wanna 的头发，把它，因为他的头发现在是很 brown。不是很亮，我要把它提亮一点点，看到它整个人比较白一点，所以只做一个很简单的提亮的颜色，用一个 ash 的颜色来提亮就 OK 了。然后到你这个，我就要把它搞一下漂的东西了，因为你如果这个头发太黑没有漂的话，是看不到那个感觉，看不到那个 feel 的。对，还有层次感就没有了，这样懒来着吗？是哦，懒来着吗？不如自己再加染，所以现在把我们的头已经擦好了啦，涂好了，现在要等超色。所以今天我要帮超打造一个超海鲜的头发，我们挑战一下。因为配合。你的名字是谁吗？有什么感觉？对，我现在充满了力量。有力量啊！所以你的怎样？这个颜色已经是拉浅了，是不是你要的颜色 ？OK 啊。看到你很白了这个颜色之后。给现在我们帮你上造型就可以了。好啦，我现在已经弄完头发，然后是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的显白。然后理发师呢就把这个相机给了我们，然后让我来拍。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出来拍照，拍着拍着又下雨了，所以我现在打算怎么样？回家？回去还是回家？2000 years later， 这边就是咱们玩拍照了，帮Mona拍照，我们在。你们两个一起搞定了啊！今天是比理想中的快很多 ，OK？ 看有没有情侣装的头，有没有？来 comment 一下下面 ，OK？ 所以下次见了，有什么你打给我 ，OK？ 拜拜啊，拜拜。The next day。
今天我们有 Zero， 他有没有先坐先看等一下搞什么。OK 啊，所以我大概懂Zero 要的颜色是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会做一个跟他之前不一样的东西。现在我就要把他的头发重漂，漂了之后我们才想要放什么颜色呢？所以你快点 subscribe 全部都有钱 ，Yes， 快点 subscribe， 那 subscribe 有没有？订已订阅，已订阅 OK 啊。你要怎样啊？你要怎样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坐在这里又是什么感想？来想想，今天要拍摄照片，一定有东西做的。然后这个睡着了，到你来还不起来哦。看一下先，你的头发够重了，觉得是大概 OK 了的，应该可以重睡了。你累了吗？累呗。说现在我把你模仿洗了那个颜色，然后这个就是你模仿本来的底色。现在我要帮你将上另外一个颜色下去，所以就会暖到我们所要的那个发色了。OK。OK， 现在 Zero 已经剪好了他的头发跟做了他的颜色，现在看看他在 style 他自己的头。OK 吗？剪了就会好 style 一点吗？很好抓。这一边最好的那一边是。OK 啊，所以 Zero 头发下面连上个可以走了啦。OK OK， 拜拜，到时间记得 send 我你的照片啊。OK， 再见，到你，拜拜。